兄弟们，如果你们不小心看到这张老照片，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盯着看，因为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毛骨悚然。照片上是一群国外的青少年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张合影居然会出现这么多诡异的画面。那今天瓦卡就带大家来看看这照片上到底有什么吓人的地方。不用理好吧，我一眼就看到不对的地方了。你们看这个女孩，身体笔直的站着，脖子也是垂直的，但是这头居然弯曲成这副样子。姑娘，你颈椎柔韧性挺强的啊。对对对，不是啊，这有啥不正常的，我也可以做到好吧，我就是身体站直，脖子挺直，然后头一扭。你别笑。哎，小子，我脖子好像回不来了。哎，快打120。行，我亲自实验了啊，你这个头确实不太正常，这扭曲程度真的还是人类吗？与你无关。来，咱们继续找啊。哎，左边这小伙子啥情况？黑的不太正常了吧？我终于知道啥叫油光满面了，这脸晚上关灯自个儿都能发光啊。你在搞什么？太吓人了，必须给你圈出来。哎啊，这货好像是正常的呀。啊哈，失礼了失礼了。瓦卡，你眼神到底正不正常？来，兄弟们，电摇摇起来，咱们给瓦卡提提神。拜托，现在评论区早就没人发电摇了，听我的，我这里有更好玩的，只要在弹幕区发送要玩，就能出现满屏的特效，大家赶紧发出来壮壮胆吧。必须的。兄弟们，我总感觉右边这群人更诡异，这一个个目光呆滞，我们从左往右观察一下他们脸上的表情啊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中间这个女孩很奇怪啊？中间这几个人脸都拍得很清楚，唯独她的脸这么模糊，再加上这道泪痕，整张脸看起来好像更诡异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人好像压根没有腿呢。还真是啊，感觉只有一个脑袋在这儿。咱们选一下试试看，果然有他。这是什么奇怪生物啊？离近了一看，感觉更加毛骨悚然了。兄弟们，我是真的怂了，有没有不怕的？麻烦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，帮瓦卡壮壮胆子呀。壮胆还不简单，我们直接发下次一定就行。哎，别发这四个字好吧，这可比图里的鬼吓人多了呀。我现在太难过了。这一次咱们多留意两个人之间的空隙啊，要知道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出现鬼影的。来了，老弟。我没眼花吧？这是个鬼脸吗？点一下看看啊！哎呀，还真是啊！哎，别别别，你别直勾勾的盯着我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哎呀，我可离你远点吧，先，可别看个照片让女鬼缠上了呀！你直接讨厌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再往下就是这些女孩的腿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数数啊。1、2、3，大姐，你怎么还有第三条腿啊？你干嘛？瓦卡，这腿看起来是透明的，肯定不可能是人的腿呢。果然啊，加上这多出来的一条腿，我们就已经找到四处吓人的地方了。保险起见，我们看看其他人的腿有没有问题。这啥呀？这是？我去，被我发现了吧？这女孩的脚上居然有一只手，当鬼都不忘记占便宜，这明显是个色鬼呀、啊！这可太对了，哥呀，是真的恐怖。兄弟们，快看这双鞋！我才发现这个歪头女人居然没有腿，我敢肯定啊，这里绝对是其中的一处。这你别笑。哎啊，怎么穿不了呢？哎，不是吧，这居然是正常的吗？玩呢？没事，我们再看看照片背后的墙上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呢。嗨，好家伙，藏这么个角落，差点没给我吓死呀！这下面不会还有吧？哟，哎呀，你们一个个都挺会藏啊，都躲猫猫专业毕业的是吧？这么聪明吗，老铁？一个字。这下我们已经找到七处了，但是这最后一处是真难呐，感觉剩下的都很正常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上绝招了啊！整个画面我全都点一遍，那就不信我找不着了。出现了，这是什么？一双手啊！这颜色一看就不是人的手啊！居然一直藏在这两个女生的中间，太瘆人了吧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